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婚姻对每一个家庭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我们比较少有系统的方式来建造婚姻的根基。在今年的 Passion 夫妻特会里，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建造，帮助所有想要成长的夫妻呢，有更稳固更坚固的根基。另外用特会的一个方式呢，也带来医治，许多在关系上面需要得医治的，在关系上面需要突破的，都相信会在今年的 Passion 的特会里面呢，得到极大的一个帮助。希望呢，在特会的时候都可以来见到你。